开经本，刻注卷中的第79面，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。何况临命中人，再生未曾有少善根，过居本业，自受过去，何人眷属更为正业。譬如有人从原地来，倔粮30，所负担物强过百斤，或遇邻人更富少物，一世之故转伏困重。那么这是比喻啊，比喻的意思很明显啊。譬如有一个人啊，这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啊到此地来，那么在过去交通不发达啊，这个旅行呢，大多数都是徒步走的，路程远，当然呢非常疲乏啊，消耗体力了。如果说是3天没吃饭，那么他的苦难我们就可想而知了。而这个人还不时徒步啊旅行，他还挑着担子，这个担子有100斤重啊，这是很沉重的一个担子。3天没吃饭了，走这个长途，这已经很累了。这就比喻前面这个临命中的人，生前没有做什么好事情啊，死后啊当然依他这个行业，他要承受他的果报。是或遇邻人更富少无，这个就比喻他的家亲眷属无知，还要杀生祭祀，加重他的罪业啊，那么他的前途当然更困难。这个比喻啊好懂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，在80面。世尊，我观阎浮众生，但能于诸佛教中，乃至善寺，一毛一地一沙一尘，如是利益悉皆自得。这是地藏菩萨对世尊说的这些话，实在说对世尊说，就是世尊为他做证明，他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啊，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。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啊，但能于诸佛教中，这个佛教两个字是关键啊，今天提到佛教，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佛教的这个意思呢？不是，这是一切诸佛教诲之中。那佛怎么教我们的？我们有没有懂得？我们有没有做到？
真正能够明白了，能肯做了，即使做一点点小善，一毛一滴，一沙一尘呢，这是讲少，形容啊，修的善少。毛是汗毛啊，这我们身上是汗毛，所以这是正报里面最小的。尘沙是依报里面最小的，都是形容啊小善。那么这小善利益，你全部得到啊，何况大善。佛法里面所教的，再小的善都称心。既然称心了，这个善呢，实在讲就没有大小了。大善变虚空法界，小善也变虚空法界。乃至你起一念善心，一念呢利益众生的心，果报都不可思议。那么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，初学的人呢确实很难接受啊！是不是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来劝勉我们？未必是真实啊！众生接触佛法，特别是初学，这些疑惑啊，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啊，完全是以我们凡夫心去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，这个是大错特错啊！我们凡夫是妄心，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。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，法相经论里面说的很多，第六意识的功能在八识里头最强的啊，对外它能圆虚空法界，对内他能够圆阿赖耶识啊，可惜的是呢，他就没有办法圆自信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一真法界是自信，他可以圆虚空法界，他能够圆十法界。没有办法圆一真法界，没有办法圆自信啊，所以凡夫的见解啊，智慧怎么能够知道佛菩萨的境界？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，全错了啊！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什么是真实智慧呢？二障破了，真实智慧才现前。那我们就想一想，我们有烦恼障，有所知障，不但有啊，而且非常严重，那哪来的智慧？
自己以为觉得很有智慧，那正是佛法里面所讲的世之变从。世之变从不能解决问题。请看下面经文：说是于是，会中有一长者，名曰大辩。是长者久证无生，化度十方，现长者身。到这是一小段。从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就明了大辩长者，这也是诸佛如来实现的久证无生。这一句话是很久他就成佛了，他在十方世界度众生，现长者身，这实现的。应以长者身得度，他就现长者身。参加地藏法会，帮助世尊跟地藏王菩萨教化众生，所以他出来，发问，这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，下面说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这个合掌恭敬是致敬，是礼节，向地藏菩萨请教大事，这是称赞菩萨，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卸债造众善因，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福。那么请教这些言语的意思不难懂，这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过世之后，他的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，譬如舍债，那么舍债意思很广，像现在习俗里面，放堰口，放蒙山施食，这都是舍债，这是请鬼神吃饭的，那么也有在世间修福的斋僧，古时候这个家庭富裕的人家是千僧斋，以及造种种的善因，多做善事回向这个亡人，对这一个命中的人，是不是因为家亲眷属给他营修功德，他就能得大利益，他能不能得解脱？我们看看地藏菩萨的开示。
地藏大言：长者，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。那么地藏菩萨大言称长者，这彼此恭敬啊，长者称菩萨为大师啊，菩萨称他长者。既然他问了，我现在为未来，未来是指我们呢，现在是当时啊，这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。成佛威力这一句尊师重道，不敢以为自己能说，这个师理太深太广啊，我哪里能说呢？成佛威神加持啊，这才能说啊。其实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，也是示现为菩萨身的，学生当中都无量无边都成佛了啊，哪有老师不成佛的道理呢？这是显示诸佛如来大慈大悲啊，降格以菩萨身份方便度众生啊，这诸位都晓得，佛法是师道啊，我们对老师要尊敬，要到老师那里去求学。不如菩萨身份来得方便，菩萨跟我们是同学，他是佛的学生，我们也是佛的学生啊，他是早期的学生，是我们的学长，同辈分啊，所以我们不去求，他可以来找我们啊，老师没有去找学生的道理啊，但是同学可以啊，所以这个在教化了就方便太多了啊，做一切众生不请之友啊，只要观察众生机缘成熟，他主动就来了啊，这是菩萨身份呢度化众生的方便，所以地藏永远处在菩萨这个地位上啊，原因呢就在此。长者未来现在助众生等临命终日，得闻一佛名，一菩萨名，一辟支佛名，不问有罪无罪，悉得解脱。这个利益实在太大太大了。啊，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，临终最后那一念呢，那是关键的。你来一生到哪里去，就是最后一年。但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，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业无量无边的。佛在经上说，假如你所造的业要是有体积的话，啊，这个体积再小，
啊，像微尘一样，俗造之业是尽虚空都容纳不下了。啊，在想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，啊，佛这个比喻形容不为过。啊，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，啊，没有形象，但是它产生了力量，这个力量啊，就造成了轮回。啊，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。可是一个人来生往哪一道去受生，确实决定在最后这一年。啊，这一年当然在所有一切念头里面呢，这一念是最强的。啊，这佛在经上讲啊，啊，我们业因无量啊，强者先轻。这个力量强的这个业因呢，它先受报。啊，如果不闻佛法，那么这一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，他想些什么？啊，如果他想到家亲眷属恩爱难舍，他就到鬼道去了。啊，贪心重啊！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有报复，那就地狱去了，嗔恚心重啊！迷惑颠倒，糊里糊涂走了，畜生道去了。最多的、最普遍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。闻佛名，一心向佛，他怎么会不解脱呢？如果临终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这一个人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，临命终时才有人叫他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叫他念佛，叫他求往生净土。啊，佛来接引，跟阿弥陀佛去，他就做佛去了。啊，往年在美国首都西地这个地西，这个华盛顿西的这个地西，周广大先生呢，那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。他在临走三天前才遇到佛法，啊，人家给他一讲啊，他就相信啊，他就接受啊，念了三天佛，佛接引他往生。这个是家亲眷属，是善知识。那么遇到菩这个教他念菩萨名号，念辟支佛名号，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。啊，那么这个解脱
就是从三恶道解脱了。从三恶道解脱生三善道啊。这是其实是佛教之中啊。如果他能够明了佛菩萨名号的表法意义，那他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就更殊胜了。他确实能够其如境界。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们要记住。宋宗一定要劝人念佛。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够助念，那这是无比的殊胜啊。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者这一念，希望平常念的熟啊，临终时候不会忘记。平常要放下万缘，临终时才不会有障碍啊，什么都要放下。与这个世间确实没有一丝毫的贪念，往生就自在了。只要有一丝毫贪念染着，就是临命终时念佛往生的障碍呀。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很明白，临终时候能不能遇到善知识呢？能不能遇到一些人帮助呢？太难讲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桩事情，平时就多结善缘，多结善缘呢，就要多参加助念呢。你能够常常帮助临终人助念，这是因嘛。到自己临终的时候，一定有人来帮助你呀。平常不肯帮助别人，临终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人帮助你。因缘果报一丝毫都不爽。所以平时要种善因，你才能得善果。一定要相信地藏菩萨在此地讲的这桩事情。再看下面的经文，这都是地藏菩萨说的。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，多造重恶，这个重罪，命中之后眷属小大，未造复利一切生死，七分之中而乃获益，六分功德生者自利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家亲眷属
为亡者做佛事啊。那么通常请出家人一定请七位啊，为什么呢？七分功德他才能得一分呢。啊，诵经呢要诵七部啊，都从这个经上来的，他只能得七分之一，七分之六呢，那个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了啊，这是说一个比例了。他能得多大利益，完全看这个僧者自利有多大。诵经的人如果在诵经的时候开悟了，正果了，正果就是入经中的境界，古大德教我们读经的时候随文入观，随文入观，大家要听清楚，不是一面看经一面打妄想，那你就完全错了。不是一面读经呢，一面想这个经里头什么意思，那这样子自他都得不到利益，还不如老老实实念啊，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，一个妄念都没有，这个有功德啊，这功德是清净心，你修清净心，你在这里修定，他得好得利益啊。如果能入观呢，观是不用心意识，用心意识是思想啊，不是观的妄想啊，不用心意识而契入这个境界，这是观。这是从定里面开会了，读这个一部经呢，经上的境界变成自己的境界啊，自他不二，生佛亦如啊，入这个境界了，这个亡人得的利益那就不可思议啊，他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，最殊胜功德利益给诸佛，也只能帮助他生忉利天，但是在忉利天里面得大福报如果这个亡人在生前呢是个念佛的人，是个明白佛法的人，是个念佛人，那么他过世之后啊，这个诵经呢，他听了之后很可能提醒他念佛往生净土，那他就决定得生净土啊，所以超度佛事啊，是给他做正上缘的，唯恐他忘掉，特别来提醒他啊。那么假如他在生前没有接触过佛法，那就很难了
啊，完全平伏，他只能够达到桃李天。所以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，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我们自己要去思维，为什么这个超度它能够得利益，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，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家里面的人，这个眷属就不会修福，也就不会得殊胜的利益啊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家亲眷属才修福啊，才礼忏，才诵经，才拜佛啊，这是王者给家亲眷属修福的正上缘啊，是这么一个原因，所以他得七分之一的福报啊，所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，他得的就越多啊，道理在此地，一世之故，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，纷纷几乎啊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地藏菩萨讲，未来现在这些善男女等闻见自修，见是你的身体很健康啊，闻是你六根呢很聪明啊，你了解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事实啊，你在你趁着身体健康的时候，你要认真努力自修啊，你所得的这个福报是圆满的啊，纷纷的自己通通获得注解里面青莲法师引用随愿往生经里面一段话，我们把这段话念一念，这一段话呢也是普广菩萨说的啊，在八十五面第一行，随愿往生经，普广菩萨白佛言：若善男女未终之时，密修升起，燃灯宣幡，勤僧转经啊，这勤出家人念经，得福多福，佛言其福无量啊，可以跟这个经呢来做印证啊，又说父母亲族命中受苦，为其修福，得福多福啊，这是为别人修啊，佛言七分获益啊，七分功德得一分，跟这个经上讲的也是一样啊。那么前面说的呢，普广问的呢是逆修升起，就是人还没有走
啊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自己修啊，请法师来转经啊，这个请法师转经，转的意思，请法师念经，请法师讲经，都叫转经啊。一般的说，人在生的时候不会替自己预先做超度佛事，这个很少的啊。但是呢，请法师讲经啊，这个功德大啊，有能力的自己一个人请啊，那你的功德是分分几乎吧。自己没有能力的啊，或几个同参道友啊，我们一起来请啊，请法师啊讲一部经，或者请法师啊讲一天经，功德都不可思议啊。你想想看，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曾经请过法师来讲一次经的呢？啊，非常稀有啊！啊，像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讲经，啊，我们常到香港去，啊，到那边去讲三天，啊，那么那一边那些同修，那是许多人集合起来的力量，啊，租借一个讲堂。邀集一些同修来听讲，都是经上说的这个意思啊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们懂得的人啊，不要做一般的讲演，一般的讲演他得的功德小，讲经那么如果请我们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讲一次，那我们怎么讲什么经呢？经文里面可以记录一段来讲，还是讲经啊，我不能讲全经，或者是讲全经的大意，或者是在经文里面记录一两段来讲啊，这是个明白人呢，内行人呐，香港回归周年，那一边同修请我去讲经，时间只有六天，啊，十二个小时，啊，我们感激他们的热心，啊，护法。我去讲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十二个小时，那怎么能讲得完呢？我们记录一个本子，这个本子你们都看见过了，从无量寿经里面记录六十条，每一条都是经文的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情深转经啊，是他们大家齐心的啊，联合起来齐心的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要知道自己怎么做法啊，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家亲眷属，看他一生当中没做什么好事啊。他自己迷惑颠倒啊，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啊，能够看得出啊他的前途啊，如何帮助他呢？这个方法帮助比什么都殊胜啊，请法师讲经。啊，我们来发起，来发动，啊，
邀请他来参与，他就得福了。啊，用这种方法来戒引他。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很多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，缘前生不信道德故，这个缘是因为他生前不相信道德，这个下面呢这一段是若以往者延伸之句，这个延伸之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的收藏的这些珠宝一类的，像首饰啊珠宝一类的，这是延伸之句。物质原理，他的房地产，物质是房产，园林是地产，一时三宝可把地狱之苦，一生呢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，如果能够在命中之前把他所有的财物供养三宝，这个福啊能够超越他这个堕地狱的罪业。你说为什么原因？供养三宝，每一天都有出家人啊，这些出家的修行人，在家修行人天天在这个地方诵经礼忏，那么这个七分之一的功德就大了，就太大了，道理在此地。但是这个地方必须要辨别，这个三宝里头有真伪呀。真正的佛法道场，正法佛法道场才有这个效果。如果不是正法，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就如楞严经上所说的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，有很多假佛法、假道场，借着佛教的名义做一些违背佛陀教诲的这些事情，那是造罪业。那你要是以这个布施供养他了，帮助他造罪业，促使他造罪业，那这就堕到地狱，是越堕越深，不但不能处理，而且堕得更深。这个是必须要辨别的。那么最近香港那边同修打电话告诉我，香港有一位法师要80多岁了，他有个道场想捐献出来，送给出家人，他的条件呢要有5个出家人，5比丘他才肯送。在香港荃湾这个地方，这个条件好，但是很难得，恐怕等他往生的时候5比丘都找不到。这是实在的话，太难了。这个想法是正确的，但是相当不容易。所以在这个年代我们要明了5比丘找不到
即使是在家居士正信佛教徒作为弘法利生的都是好事情啊，真正是弘法利生啊，或者是自己作为修学的道场啊，作为个念佛修行道场啊，流通佛法的道场，那就是真实功德。再看底下经文，无常大鬼不起而道，明明有神，未知罪福，切其日内如痴如聋。这是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，人死了之后啊，那个状况。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提示我们，说过土为脆，人命无常啊，这是世尊告诉我们的人生的真相。教我们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啊，要有高度的警觉性，决定不要以为我还很年轻，我的寿命还很长，那你就错了啊。古人常讲啊，黄泉路上无老少啊，孤坟都是少年人，没有人祭祀，很年轻就走了，没有家室，没有儿女，都变成孤坟了。一定要提高警觉啊！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啊！这一句就是说，人命无常。随时都会走啊，你也没有办法预测到什么因缘走，特别是生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，灾难变化太多太多了，你看看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灾难啊，有水灾，美国东部现在有风灾啊，前天新闻报道里面50多万人疏散啊，很大的风灾啊，地震，都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，那就不期而到啊！所以学佛的人心里面很清楚、很明白，纵然这些灾难现前呢，不惊不怖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灾难一现前，要是惊慌恐怖啊，那就坏了。惊慌恐怖，三恶道去了。